这有多少？这有，这都是给我的。对，这全部都是我的。对，你这咋吃？我还想要。那你给那有点吃的，你非得要一百的，一百的。确定是一百块钱？啊，正常就是这样。看外边这一百二的，兄弟们啊，一百块钱给这大姐都赚不动了。别动了，别动了。美食不想动，拍雷我来动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又来了啊。今天我们吃羊肉啊，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里面，这个羊肉都不便宜，一般一百块钱你基本上吃不到什么羊肉感觉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拿一百元在合肥找一家这个羊肉馆子，看看一百块钱到底能吃到多少羊肉呢？这一家萧县羊汤我来吃过很多次，平常都是点十块二十的，估计我们还要排队啊。来的不是食客，啊，来的不是食客，哦，你手上这个是几块的，老板？十块的，手上这份十块的。哪个的粉丝？他俩一个辣，一个不辣。那就他。你是面吗？十块给这么多肉。马上就要挪新店了。哦，要搬新店了是？对。到哪里啊？就是在上牌路西边一百五十米。哦，这也没多远，到时候再去尝尝。这几份是几个？有个是瘦的。是多少钱呢，老板？你的二十的。这不是我的吧？是的。我没要。啊，我没要，我要一百的。一会儿你再称来，我要一百。啊，对，我要挑战。老板都习惯了，我今天挑战一百的，真的，不跟你开玩笑。老板以为我跟他开玩笑，二十的都把我吓好了，我都没点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真的是一百的，二十的你先放一边，然后再加八十。不开玩笑，你别笑，真的。你这不过来够四五个人吃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一百块钱够四个人到五个人吃，那么多肉，那么多东西。对，我就想挑战一下。你人少，你吃不了的。吃不了，一会儿咱俩来吃。你没吃完，咱俩来吃。我请你吃，大哥。你看都是十块钱，你这个也是十块的，都是十块，都你看都是十块，旁边都是十块的，对，都是十块的，十块钱吃不完，吃不了的，这都开多少年了，这里是我也来吃过，来吃过，这是我的吧？对，这有多少羊肉啊？这是龙骨，龙骨啊？对，我要羊头肉啊，羊头肉是马上来，是三碗，嗯，我一百块钱呢，你该多少多少，不要多加，你正常量。这有多少？这有，这都是给我的。对，这全部都是我的。对。那一碗呢？谁那一碗呢？谁碗给人家了？二十给人家了。啊，不是二十的汤没有，放在这里。拿来。一百块钱。平常人家来也是这么多量吧？对。你别忽悠，到时候人家骂我。你这咋吃？我还想要。那你给那二十的，你非得要一百的，一百的。确定是一百块钱？啊，正常就是这样。看外边这一百二的。兄弟们啊，一百块钱给这大姐都赚不动了。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再动一下，动一下啊！这是一百块钱的羊肉，下面还有这个羊龙骨啊，还有粉丝，这一锅。师傅，你觉得这份几个人吃？你吃饱吗？你还没吃饱，咱俩一块吃。我就一个人。一个人你光明。来，给人。我不客气，来。我这一。那吃饱了就是。一碗就够了。真来，我不跟你不跟你说吧，你还没吃，没吃饱，咱俩一块吃。一百块钱的羊肉啊，兄弟们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少。这么一大盆，师傅说要五个人才能吃完。准备了两个大碗，这样两个大碗应该差不多。这个严格来说是羊头肉啊，老板说是羊头肉。哇，我刚开始早知道让他给我分开了，这样捞很麻烦。哎，我忍不住先来一口粉吧，我饿坏了。啊，对。我没吃肉啊，
捞了半天了，这满满一碗，然后呢还有这个龙骨啊，还有这么多，这两个碗都不够，光这个羊肉加在一起，我的天哪，再准备一只碗。我的天哪，长梦的的带带带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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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羊肉已经全部捞出来了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大碗啊，一碗满了，一碗小平碗啊，这是两碗羊肉，而且里面还没捞干净，我实在是累死，累了捞不动了。还有一碗这个龙骨加在一起，加上这一盆，我把这个羊肉给它倒在这个袋子里啊，全部给它倒袋子里。这碗也倒袋子里。羊头肉，我去买点水果，然后就见人家称一下，看有多重啊！我这个肉是2斤7两，兄弟们，我再称一下这个龙骨了，这个是那个龙骨，咱们称一下龙骨啊，看看多重，940克，就是快2斤了，对，啊，快2斤。好，刚刚我已经称过了，这个羊头肉是2斤7两，净羊头肉，可能有点水分哈，还有这个有点稍微带点水。这个龙骨是945克，2斤不到，100块钱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盆这个粉丝啊，总共是100块钱。你们觉得划不划算？